韩服已经打不了了，没人，现在没人可以打，差不多两三天就永封，不是冻结，现在就是现在是永封，就直接永封了，都不会给你冻结的，就直接永封。韩服打不了的，韩服现在没人打，现在很多选手都是不打韩服，因为你那个号买了之后搞专线什么都没用，现在就是直接封你的号。现在是怎么封号的？我听说的啊，我听说好像是你在游戏里面就是有人排到你啊。好像那些什么 SK 的选手啊什么的举报你，他们好像是后台那个看了 IP，好像是直接封号的那种。现在是系统直接封你的号，你被举报了的话。现在是打韩服，那些以前打韩服那些什么主播的那些人号全被封了，然后你要找回号，就是很多那些主播的号不是找人买的嘛，卖号的人找他们买的，那个现在解封一次，就是。你被永封了，不是要发身份证什么的，解封一次后好像要给他们500还是1000，就相当于你要2天给他们一次500到1000的钱，就是你可能一个月10次的话，你要给他们5000，你打韩服一个月给他们5000，他们卖家在那里直接，我操，发财了，哥们，真的，卖韩服号的人直接发财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解封号好像是500还是1000，我不知道，如果是冻结的话就好一点，冻结是你发个手机验证嘛，好像是200还是什么呀？你解封，我操，直接，哇，人傻了。你们想想，如果是10个号、100个号，我操，直接发财了，哥们。韩服号挺贵的，韩服号以前那个韩服大师重视的号，很多选手那个时候，很多 LDL 的选手，就是次级联赛的青训的选手没有号嘛，然后他们也不想从黄金开始打，他们那个时候买那个什么大师的号，没英雄的，没皮肤的，就大师的号就1万这种起啊。7000、8000、1万起的，我也是听那个二队的人，我听二队的人说的，1万起。我觉得其实国服也可以搞那个跟那个美服的那个什么，这次世界赛的选手搞的那个一样，不是说什么选手那个什么超级服还是叫什么来着？你们那个叫什么？超级服还是什么？就是只有选手然后排到一起还可以开语音的那个。其实峡谷之巅你有点像超级服，但是呢有一个不一样的点是，峡谷人的号。很多人卖给那些 bra 的，后来妈呀，那些 bra 的在那里站着，妈呀，直接盯着我们，这聚集我们的。但是如果只有 LDL，就是其实 LPL 的选手加上 LDL 的选手加上，LPL 的选手加 LDL 的选手加上青训选手，加起来肯定有500个人的，兄弟们，超过500个人，600个人。你们看峡谷连高分段的人。打排位的人不会有那么多呢，真的，他们都上了之后都不怎么打，其实是够打排位，所以为什么排不到人啊？哦，为什么排不到人？LPL 的选手啊，你们想一下，16个队，17个队，每个队伍有7、8个人，加上 LDL 有20多个队伍吧，加上青训的肯定不止500个人的，不止不止。他们那个 E 级肯定是会结交闪现 Orange 的，你们注意一下，这 ADC 真是个狗！没事没事，我可以学 W 也可以。妈呀，只会玩老鼠的狗东西！妈呀，你看我骂不骂你就只完事会玩了。奥拉哎，我夫帮你的开，帮你开，帮你开。只会玩欧拉夫的垃圾！妈呀，你看我骂不骂你就完事了。他已经被我，他昨天就被我骂哭了，这个人，昨天被我狂喷，在我对面吃了那么多分。他们直接上线了。是吗？没有在下的，反正。对，我感觉他刚才在后面吵了。毙了。OK。毙了，我往下面去。哎，人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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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，我还是我是 miss 的，我是 miss 的。打野看打野，那个中路嘛，凯西打野，他有想打，有想打，都想。靠，排死，给我死！只会玩 BD 的垃圾，你俩个弱爆。人马的垃圾，不知他人脉好像从这边跑过来了。对对对，妈这边呀！好像没什么蓝。哎，在没事没事，再装。OK，没事，推荐角色，推荐角色。哎，啊，你还要死哦？没有吧？他干嘛？这个人，他不会觉得他打得过你吧？打得过吗？我打不过，我打不过。OK，然后后面还有冰女。好好好，你们要准备动态了。我在路上，我在路上。AD 还没闪，AD 20秒。我接来，我接来，我接开封路可以吗？接封路可以吗？OK，OK，OK。给我死！不支持你在扛。全杀，漂亮！垃圾，漂亮！骂得好，昨天赢了我那么开心是吧？嗯，吃了我3把分，今天全都还给我。我也走了，我也走了，我也走了。就这个对面的人是指玩奥拉夫的。
嗯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哎，这下塔可以推了，来吧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后面放个眼。他们玩的真可爱，我发现。应该逼了。我死了，搞你了。我有大招的，我去后面给压力就行了。中单没抢，中单没抢，我再来，我再来，中路打起来，打起来了。我一直没抢。我不，我有。哇！我操！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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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。后边那个老鼠没闪。老鼠没闪，然后都没大，都没大。关着。辅助又没抢，辅助又没抢。开干，开干，老鼠。都没大招，都没大招，都没大招。女的没闪。好台啊！他没闪，没闪，没闪，没闪。可以干，可以干，可以干。你吃吧，你吃。我操，这能跑吗？这他妈这人吧，这敢偷我们家野的？对啊，我野怪全没了，我操。推上。可以吧，下塔还有一吗？我们推来吧，来吧，有，哎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来来，没闪，没闪，没闪，来来来。别被换，别被换，别被换，别被换。滚！海南在这边哦。武器快逼吧。嘿嘿嘿，一波一波一波。来了。在干嘛？妈呀 ！AD 没闪。就立上卓呗，就立上卓呗。我有大，我有大，我有大。打出来，别急。靠！有减速的，有减速的。靠 AD！ 老鼠 ！AD 老鼠给我死了。海南我给他锤起来，给他锤起来。妈呀，全都给我死操。nice, 好台好台好台。五杀抢了。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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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你啊，我抢了吗？我的。记得。老鼠隐身了，老鼠隐身了。我可以直接踢后面啊，我可以。我们开团吧，开团吧， okay, 开团吧，开团吧，来吧，开团是吧，开团是吧 ，OK。打八三千。来了。打龙脉去开团。拼惩戒。OK， 拼惩 ，nice 啊。完了，鸡。没事。没事没事，杀了，我再来，真的疯狂，英雄登场，追，牛哥，闪现，牛，两个闪，追到底，没有闪，我来，哎，这牛哥妈也想打我，我操，哎呀，妈是四滴血，没闪的，我操，没闪的。我刚这斩杀我觉得应该没问题的呀，干嘛想跟我拉扯是吗？你这个东西，你看我干不干你就完成了啊。 OK， 漂亮，我给看住了 ADD、凭什么来还想跑，点杀好台，妈呀，啊这没死吗？对，别怕，我是你坚强的后盾。 OK， go 一波看我台，一波他死了，喜欢装逼啊，别看我，好台，看我表，我没有 Q， 哇，看我台，怎么你们都杀到这里去了？干，我操，我身上有3000块钱的，一波了好像，一波了，哎呀，他们这没有了，不什么都不是，我发现。哎，虐拳吗？人品不行，素质哎，可惜，可惜，好可惜，好可惜啊！妈呀，他们这些人想干我们干是吗？直接跟他们发个1-0吧，1-0，加21，好吃好吃，竞赛了，竞赛吗 ？OK， 好吃好吃。